来看看五位美女。第一位，来，我们要给大家看剪影喽。第一美女，准备好，期待哦。有牌的是个小牌妹，看清楚哦，这是她的运动的健身。哦，这个好有遐想，腰线也很漂亮哦。哎呦，而且长发的，长发的，大腿长，哇，会跳舞哎呦，会跳舞哎，哇哦，这个教练级的哦。我愿做一颗瑜伽球。哎呦，他的健身起来怎么那么艺术感？哎，这个看起来好美哦，可以是习武之人哦，对哦。你们要看清楚，想要再加几个球，哇塞，不用牵手，谁跟你牵手？还有啊，性感哦，他可以跟着音乐。好的，成功。Number one 的哦 ，Number one， 厉害了吧？吓死了吧？关灯，不给看了。都是这样在运动的吗？今天都没有不 OK 的，他很棒，绝对没有。今天绝对是他很猛。那重点在于就是说，你们等一下看中了可以选择他，那他也会选择你们，有配对成功才会有爱的互动，才有机会送入产房。不是，健身房啊，送入健身房。OK。第二一位，各位，第二位他要什么？哑铃划水。来，欢迎单臂哑铃划水。这个好瘦哦，这个也是身材很好哎，真的，这个屁股很好看。我可以过去那边吗？不可以，这边就看得到了吧？对啊。想边做边笑，可以换边吗？换边，对。哎呦，哎，怎么样？男生看起来感觉也是 OK 的，哎，这个就可爱了，少女型。哎，这比例不得了，这一定是年轻的，对，这个很小，对。谢谢二号，哇，厉害吧？很棒。第三位，性感的瑜伽垫上拉筋，欢迎。他镜头那么开哦！哇，好强哎！救他了！这个视觉感超棒！哎呦，这个他很阿雪，那个曲线太高，好，哎呦，这个应该有腰窝，这个一定。哇，哎，等一下，人体三角肌，男生是男的，真的？怎么会有一个是男出来？绑带啦，冷静啦，冷静，对，哦，厉害，哦，厉害，我这个角度看厉害，真的厉害，谢谢三号，谢谢三号，哦，强，这个，来四号美女，双手举杠铃，哦哇，哦，真的有肌肉，这个太扯了，太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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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可以旋转一下吗？各位看他的腰，哎，他屁股练得很好。举一下，这真的很壮，这个认真的，壮哎，还有巴西臀哎，还有巴西臀曲线，五羊应该会喜欢这种，这个不错。哎，我来要求他一下。有没有可能做一个那个这叫什么？手伸到摸你的脚就对了。哦，所以那个杠铃先放着，然后手摸脚趾。哇塞！天哪！这样哎，这样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这是四号哦，谢谢四号，谢谢。好，再来。五号深蹲举壶铃，壶铃就那个对一个球形的。第五位健身美女来了，深蹲举壶铃。哦，标准哦，这个有吃力哦。哦，哎呦，他屁股。哎，你铁就管起别拎了。那你可以侧面一点，然后深蹲到那个直角定点吗？哦，对。哦，好啊，好，这样就不动。节目结束，我们看你能不能撑到那个。太久了啦，起立，起来，可以。好，起来。谢谢五号。厉害。看完有没有留下深刻印象？阿虎，那个三号刚刚那个朝天凳，我跟你讲，每个男人都受不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其他？但四号就会有点不敢得罪的感觉。对，怕被打。对，太壮，很壮哎。
手臂的线条用剪影还这么清楚，哦，真的厉害，会不会才是小花？我觉得第一号应该是最有自信的吧，因为他除了运动的话，还有那个扭动，对，很优雅，很优雅，对，嗯，像我觉得五位都不错，五位都不错，但我还想看再深入一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我们等一下就让你们看局部，就是身材的部分，他们觉得自己练的最漂亮的地方，哦，就可以给你们看，直接看局部啊。局部身材，对呀，没错，有练的地方。好，一起来看咱们第一位手臂的部分，来，好，来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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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号，哇塞，哎，他肤色是健康的，真的 OK 的，这个很壮哎，他二头肌是有的，超级壮，有没有？哦，那种二头肌厉害，而且，但他还是瘦的哦，对，非常的细瘦，匀称，但是有肌肉，可以，线条有修过，可以哈。好，第二一位，我们看他的腰，腰，为什么要拍他的 My Box 呢？哎，他是穿两件内裤是不是？正面啦，正面啦，还是有认成他的那个还有心机哦哟。哎，两手可以放开吗？你在这这哦呦，这个了，这条这个有痘痘，这条有赘肉，有痘痘。来看三号，三号是屁股，哎，来喽。瘦骨啊，下面，好好好好好，好厉害，好好看四号，看四号，好吧，四号是腹肌，哎，第一次来了，哦，来了，对，要有线哎，哦，哇，很明显哦，可以，哦，还有肚脐踝，可以，有，很漂亮，可以，这样刚刚好，这个很漂亮，不会太多，多了会怕，哎，它有四块，有，这个很厉害，有六块，来，再来五号也是屁股，哎呦，来看一下屁股哦。哎，这个真的是太性感了，偷扭，好美，这个是用后天去加强。为什么是后天？就是一直扭的。怕等出轨等得用，12月12日起跟着中天走，掰了我。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完全免钱。同步下载中天快点 TV App，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。订阅中天，守护台湾，刷一排加一。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？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咯。赶快去